永安社区位于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内，是宜居、宜游、宜业的幸福三宜农村典范。这里有优美的风景，有淳朴的人情，更有全国总冠军茶，有国际飞行伞飞行场地，欢迎全国各地好朋友有空到永安社区喝茶体验热气球。社区也在2017第一届金牌农村竞赛夺得金牌农村奖。龙泉生态步道是一片保留丰富自然生态的原始林，同时也是一条兼具教育、历史、人文意义的生态步道。永安社区建的100平，售价598万，实用分区乡村区，乙等建筑用地，建蔽率60%，容积率240%。本物件位于为永安模范社区内，近永安国小、活动中心旁，住宅区周边生活机能佳，无险恶设施，可分割每平售6万，退休生活最佳选择。一者请洽安顺的产经济有限公司，0893608889。